手中心，爱吃亲，情吃亲，拢是因为我爱你。一切拢是命运创的，相信你也不得已。的日子，交阮的爱，才是真。请你永远陪伴你身边。一切拢是命运创的，相信你也不得已。谁人无心酸的日子？是的，我永远陪伴你身边。你想啥？今晚我妈到达林地里，必带你真正想要的宝宝，想要跟伊团圆，我来做一个认真好你，送你家去。冰力嘛是不敢动，我今晚豆豆啊淋滴，我吃的欢喜，我警告你哦，赶紧将我的核桃回来，要不然我绝对会帮你耍。变起来露营的呀，障碍者零食。虽然是我家己爱吃，啊，不过我嘛想要二姐爱吃呀。等一下，咱就做伙分享，希望二姐心情能较好。哦，小姐你撞着啦！哦，我刚想讲是倒一个人这么无礼貌嘞。大姐，一定是那个臭小三呐！哦，我赶紧你的狐狸尾就飞掉，啊，那么我准要衰一世人啊！你来送啥？你耍小三是不？大姐，伊绝对是参照电视在播的啦。小三拢会趁大某大伯的时阵在呛声，我要替我二姐吐一口气。啊！臭小三！小东，还有你二姐，给谁？你小心，小东！给你救生，医生！请你拢出去，才搞好处理。哈，我二姐拢已经住伫个病院，迄个臭小三阁袂要帮我二姐耍，真正有够可恶诶！总哥，迄周彩萍讲我二姐还敢这样凄惨。我拜托你，一定要帮我想办法，给修理一下，让伊受到更加侪教训。我唔对，才有这可爱狐狸精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而且更加可爱是，伊竟然欺负叶老师的妹妹，哼，真正是罪无可赦。我唔对，我要把迄个小三恶行恶状抛伫爆料公社，而且开副本，让更加侪人给配出去。啊，对啊，大姐。我拄则看到一个床单有淡薄垃圾，我去请护士摕一件较清气来。小萱，你要紧吧？
小春，我希望以后你别常常来看志勇。班若无鼻炎传出往来的时阵，伊会感觉袂自在。即卖上要紧的是，你应该爱尽你的职能，好好照顾你的囡仔。叶老师啊，我们等下今来病院回诊哦。一直听到你的小妹、你的小夏大医，伊就随乖乖关心。我想这嘛算是一种爱屋及乌的表现啦，哦。小春，不管怎样，希望公弟当了解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。不管外困难，请你来相信我，你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我请你爱记啊，你不是隔壁一个人，你要跟我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我陪你去辛苦边做回面对。志勇，是讲我们周彩萍这个查某，既然刚刚在求林小妹。我这做指挥，嘛应该替伊也出头。我怕这件代志，嘛应该让伊出面啊。我想出面。大头像，这个周彩萍进前哦，不甲大头像骗过，而且甲拐走袂少钱。我相信大头像一定想要出去泡茶。啊，不过伊进前甲咱有恩怨的，伊甲王英斗相共。小春，你放心吧。这件代志我处理好势，你好好照顾小汉宝他。吴弟，平常也是等你，连明带来找大头像。医生，也是请。志勇，我要跟伊做一起。我袂当目睭紧紧看到小夏被人糟蹋，被人欺负，我要替伊讨一个公道。你确定？加一个人去说服豆豆的心，那你就加一份成功的机会。哦，水啦！叶老师，你即卖愈来愈有大哥女儿的风范啊嘞！哈，是讲吼，这唔知你谈判的功夫哦，是不是甲之前大哥大大咧混的你的时阵同款哈？今摆我甲你的头壳饲伫头壳，啥尊重啊？叶老师，你这下敢是在做杀鬼？跟党一模一样呢？好不怪啊，人咧讲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我看你哦，要替我们党耍派啊！我无即马讲像猪吧？像芭蕉会变猪头咧？讲话，小春，啊！无恁即马是毋知影我这个人是暗公交心，啊！若要超代志哦，无人咧招遐尼早的啦。成哥，我怎讲哦，咱嘛是饮过血酒结拜过啊。放心啦，今日招你出来，毋是该超代志，迄是因为阮找着锁啊，就讲第一时间来通知你。锁啊！啊，无你是咧讲第一个啊？啊，我七仔遐尼多。我家己嘛记袂清楚啊！啊，这个倒迄个后来鸡棚粿的琪琪啊，伊即马叫做周彩萍，是公社啊。真正拢无改变的，阮知影你做啦。你最近在讲一个新的潘娜，而且阁害一个新的潘娜因无老的。成哥，我安怎讲，咱嘛是换替兄弟嘛。为着要你甲进前去用款走的钱讨回来，嘛你替你家己讨一个公道。做兄弟的当然第一时间来通知你，安怎？
已经向你做尽告悔哦。狐狸，啊，我嘛替你查着重要资料，这内底就是你讲的迄个市值这么大的所在，期待你的大驾光临哈。是个，啊是对啊是唔对，你连提起来看拢袂。哇，你是无什么报酬啊？是？迄个去红光的潘啊，袂是你熟悉的吧？啊，要是讲迄个老体的大宝，较早咧甲你斗阵啊，你袂是因为想要替因出一口气，才想要用这波借刀杀人吧？哎，我笑一下，点点啦。接着今麦咧讲的新的潘啊。我就是朝阳集团的副总林威廉，你是我女朋友小春的妹婿。你想啊，搞我姨阿母我老体，我这做姊夫的，敢有可能结得掉？哼，他讲来讲去哦，啊嘛是咧替恁七阿出头啊。啊，人阮即卖哦，嘛想要学你洗白啊啦。这款代志哦，我已经无想要办啊。啊是讲哦，你哪用个另外给我什么好处？啊无得个。我阁用个考虑一下，大头神啊，你是唔通受过超过啊？好啊，这件代志你若愿意出面，我是会当。今日阮志勇来甲伊讲这个代志，是尊重你。你若是唔敢处理，那恁阮家己来就好。我只是无想要甲查某人计较，安尼敢袂用得？顶回甲你计较。啊，母甲妹啊，就变成我甲洪志勇结拜啦。这回哦，我无想要因为支持，就改认迄个什么林威廉做表小弟啊。这周彩萍是女性败类，男人公敌。今日我拜托志勇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是尊重你，因为周彩萍捌做过你的女朋友。啊，若无，因阮志勇身份地位。敢有需要你来出面啊？啊，无洪志勇啊！啊，恁公司是予主人出头，啊，惯势也是。做囡仔的时阵，你是恁小妈请养的。啊，袂啊，佫一个甚物无品的，对伫你的身躯边，无呾即摆即个叫啥？叶老师是？袂看你今仔日娶细汉弟的，无想要甲你闹开啊！你免只轻声细说，甲你好好讨论。你目色哪歹，你就试看嘛。这阵代志要出面无？买也买，一句话。真想袂到大头神竟然愿意出面哦，来对付迄个查某。系啊，这拢是叶老师的功劳。阮志勇今仔来甲你讲这个代志，是为着要予你一个尊重。假使讲你袂出面，袂要紧，安尼就予阮家己处理。哦，参像叶老师这种柔性威胁，叫咱查甫人想啊，志在条啦。其实我平常时哦，就听阮兜志勇的话。伊若是叫我往东，我就唔敢往西南跑；伊若是叫我坐，我就唔敢徛起。啊，无你好啊未？这话哦，若小春讲过，感觉足甜蜜足爽。我有啥你讲出来，我感觉阿杂的足想要痛。去开车。哎呀，系啊系啊，哎，阮当然要开车便利啦哦。哎，叶老师，啊，阮当然麻烦你照顾，我来去开车，好。志勇，多谢你找大头先替阮小姐出气。唔要客气啦，就是讲小春，我感觉你去到韩国学习了后，规气势甲手腕拢无同款啦。阿伯你啦，后盖公司哦交你来看。东安营造该做东安幼儿园啊。今仔是安怎啦？我心情咪真好呢，发生啥代志？
我没代志啦，我只是烦恼阮小夏。志勇，你才出院尔，你要好好休息，好好休养。你免送我，我家己转去电话。小春今仔态度那怪怪，真了冷淡着。没啦，应该是我家己手脚敏感，无代志啊。出来呢，万一搁做伙是要安怎？安尼足危险的。袂啦，我家己的身体状况我家己清楚。小东，我拜托你好不？有一张好意，我一定要做到。我要亲目睭看到周彩萍受到报应，伊还是我的囡仔，我一定把伊付出代价。二姐，要报仇嘛，不是趁钱嘛？全家发来钱嘛，拢足烦恼你的。我拜托你，莫这么啊冲动，好好伫个病院好好静养。但是你即马出去有啥物时间差？我是要安怎甲爸妈啊，甲阿妈交代啦？我知影啦，你就玩我迄个小三呢，啊，我嘛是同款啊。啊，无安尼啊，我替你去。明仔用手机啊直播给你看，你就踮伫个病院好好休困啊，好无？小董，做彩屏保安，我的家庭还是我的囡仔，就算讲是伫我面头前，我嘛绝对无可能原谅伊的。假使讲，我若是明仔亲目睭看到伊凄惨落病，我绝对不甘愿。你给我倒三缸，帮我出去好不好？只要这件代志完成，我一定会乖乖回来倒伫个病院好好静养啊，好不？而且我答应你，万一我若真正有什么事干出，我一定家己承担，绝对袂拖累你。啊，二姐，我不是惊给爸妈骂啦，给伊骂一下袂安怎？我是惊你的身体，你安尼出去足危险的。而且爸妈即摆已经伫咧劳力连面顶要到啊，你就等伊一个啦，好不？袂用你啦，我无时间去等落去啊。小东，给我倒三工啊，把这盖了好啊，好不？哎呦，二姐，你莫安尼啦。小东，二姐。咱小夏哦，老天有说话了。过去有些小三来甲欺负，实在有够可怜的啦。迄未见小三哦，就莫想超过。伊若敢讲欺负小夏，伫路下拄着绝对有歹看。拢已经有家庭啊，搁要来抢人的翁，实在毋知影伊头壳咧想啥。咱哦，拢想莫讲遮啦。即摆上重要是哦，甲小夏身体调养好。这鱼仔汤啊，我昨暗煮足久的呢。等下好我甲报者。我嘛有吩咐菜市啊卖鱼的，爱将迄上青的鱼留好啊。即届哦，咱一定要好好替小夏做话来，安尼才会用得。安尼真好啦，
你那吼，困愈熟，身体咯愈紧好办。奇怪，我看到小东，你才走去倒位去啊？我出门前才甲伊通过电话啊。啊，黄色四甲小夏吼提药啊，啊若无是倒昏水啊。敢会阁偷偷走去甲米拉约会啊？还是讲米拉吼早闻到我北皮？等他清醒了呢。小夏，爸知影这阵啊吼，你真委屈嘛，真辛苦啦。啊，你以后真坚强，拢无啥人知影讲你即马安尼啊。啊，不过咱是一家人啊，不管吼拄到啥物代志。咱拢做伙面对，好不好？小夏，恁爸爸给你煮鱼汤，要给你报一下，是爸爸的爱心呢。紧，起来啉瓜。哎呦，你的面皮唔通暗条条啦，迄无空气哦，袂喘气呢。干嘛在哭？啊，那小夏哦，煮散了安尼啦。有听对我什么代志吼，拢唔肯讲啊，我家己用面的面皮内底一直哭了。小夏，我知你这边受真大个打击，啊，搁迄个小三欺负哦，心肝已经真艰苦。不过不要紧，爸妈才来陪你啊，我让你哭嘿。是啦，小夏，你唔通搁一个人安尼点点承受这一切，啊，你想要哭你就。得大声哭出来，你莫那捂掉嘞啦！来来来，这面皮还没磨好，来，进来，来，好啦，还袂喘气呢。嗯。咱爱用爱多拼前途，因为有你共存保。厝内是大有够大，好气的生财，咱爱。我要过这个狐狸家，破坏家庭，凶。还够强制罪。我是你，我跟阿周才平的代志，我嘛愿意跟他调解。慢着，平哥，我找到手啊！为了要你甲进前去用宽照的情况，拢第一时间来通知。小姐姐，真久无看的哦，你总算给我长着啊！等你台湾台，一家人